你们都围着我游过来啦！我的天哪，让我受宠若惊。可是呢，我是空着手来的，对不起喽。你们要吃什么？嗯，辣椒吗？我明天带来喂你们。还是瓜子儿呢？哇，好美哦！谢谢你们哦。嗯，啊，这些莲花开得真漂亮。美呆了，这是我平时最爱来看书的地方。